就慢一点，这些路飞，这些橘子的茶花，这些茶味，为大家再上个电视啊！如果你们没有耳机的话，可以上电视，一个小星星就可以抽耳机了。
把那个音量放小了。余生不追求的选择大小姐，休息一会儿吧。腿太粗，你再梳一遍。
始的时候就不要啊了。好，看一下啊、哦，毛球、句子、飘雨、玄子、陌生人。只看宣子慢了一点，东南，啊，这几位朋友，他的觉察能力已经进化了。他们每天都在听，所以他们非常的敏感，他们的耳朵已经很敏感了。在声音消失时，他们立马就啊了，而且啊的特别的准时，我就没有见过啊的这么好的人。那我们继续啊，继续，来一个男的。现在已经有声音了，所以白说我为什么后面还听得到，说明你真的很厉害，说明你的耳朵你特别的敏感。好，现在大家都啊了，这个声音是我自己控制的，我如果不控制的话，你们都不知道声音什么时候结束，对吧？这是我自己控制的，我自己控制的。这个声音很长很长，我等一下再来一遍啊，再来一遍。天哪，天哪，我忘记告诉你们了，我昨天听这个然后把密码忘了，我忘记让你们把密码记下来了。不是，这个特别神奇，他听过了之后会忘记一些东西，我忘记告诉你们了。我两个手机都锁住了，就是听了这个才锁住的，两个手机都没用了。我昨天就是听这个，然后两个手机都锁住了，这是真实的事情。我昨天找人解锁，解了半天恢复出厂设置的，到今天还没想起来。再来一次啊。所以白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觉得声音听的声音很长，你觉得还有一种是可能你的耳朵耳鸣了，就可能是有点幻听，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耳朵确实很厉害。守约，如意、飘雨、大海、苏一白，这是我自己控制的啊。
你们的耳朵是真的好，你们的耳朵是真的好，因为这个它最起码要2分多钟的延长音，这是我自己控制的，我只要手碰在上面它就不会震动，对，是我按住的，你们的耳朵是真的好，以后时常的练习，时常的练习，你们的耳朵会变得更好的，变得更好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100公里，你的耳朵是真的厉害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开始音疗了，接下来的时间不用大家练习，只需要去听就可以了，但可能过程呢会有点耳朵发胀，会发胀啊，这是正常的现象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大家呢如果觉得太胀可以把音量调轻一点，但是如果不发胀的话是没有效果的，是没有效果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解决疲劳焦虑，改善自己的睡眠，你就强迫自己去听一下，是真的非常有效果，真的非常有效果。好，大家把耳机戴上，把耳机戴上，耳朵会发胀啊，把耳机戴上，我们来开始了。屁股怎么那么痒？等一下，这个透明的你们还要听的话跟我说一下哈，你们要听跟我说，这个透明的我就敲，因为我特别害怕这个，我一听就忘事。棒子呢？啊？什么？下面没有啊？啊，在这里。你才在当下呢。开始啊。你可以看腿，但是你可以，我为什么把腿露出来，是一个是因为我想要更多人能进来，我很诚实，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看腿进来的啊，我想用腿吸引你们进来，然后留住你们听这个声音，进来了之后就听就行了，就不要看腿了，好吧。
我敢保证现在如果我不说话，好，有一些人我能睡着。这都是一些，如果我说话了，他反而醒了。我如果不说话，有些人能睡着。一般能睡着的都是比较有深度的，比较有沉淀的朋友，因为本身能听这个的就不是一般人。你说为什么我们国内的人接受不了？因为大部分上网的都是年轻人，就小朋友嘛，小朋友他们听不了那很正常，本来就一般性，就沉淀比较沉淀的人他们才能听得了这个。拿这个来啊，就小的人听不了，我都说过好几遍了，一般要大的人才能听，小的听不了，大的才能听，说过好几次了。